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夏氏虽愚蠢狂妄，却罪不至此啊。苏文华非厉害，却不想如此狠辣。华妃让我们回去闭门思过，这只是思过，别怕啊。姐姐，我们回宫去吧，我害怕。我们回去吧。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那里面有。你好好说话，不要吓着别人。这，小主，奴才是御花园的，奉管事的命前来查看御花园各个水井是否有水，没想到刚来到这儿就看见井里有。我过去看看。哎，你别去，小心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放心，我去瞧瞧就来。回禀娘娘，死的是福子，是在一口井里被发现的。福子？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跌在井里面呢？奴才不知道，那地儿本就偏僻，少有人去。你当然不知道，福子是本宫赐给华妃的人，